这里边的话是这个蓝色部位的，蓝色部位呢是我们的成人健康，像国内呢有很多金牌的产品，像我们的磷脂啊，我们的葡萄籽啊、维 C 啊等等，都是非常。这两块这几块是我们这两年新增的一些产品，这两个是益生菌，就是益生菌固体饮料，就有蓝盒的，还有这个粉盒的蔓越莓的。蔓越莓的话就是对女性更加友好，因为它添加的这个本身就是蔓越莓的女性的药嘛。然后是这一块的话是其实三岁。现场把控，确保我们称重的一个精确性。称重之后，它会有个过筛，20目或者12目的筛，根据不同的原材料过筛不一样。然后运混，通过这个管道的形式注料到我们的微型混合机内，它会进行360度的一个旋转啊。因为我们年产呢是100亿以上，所以这个机器它不是说每次来了都是在动态的一个状态，它混合大概是在20分钟左右。充分混合之后，会通过下边这个出料口出料到我们的不锈钢存储罐内。这个不锈钢存储罐是这一站的一个下料容器，也是各位就是两位老师刚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大片车间里的升料容器。对，稍后我会走回来，因为整个是回送型的，我还得往回走。对，混合机，对，它是产的。我们目前是有3组这种微型混合机，2组大型和1组小型的。这个大型的一次投料是800公斤，它的容器是3000升。相当于我们葡萄籽，就是葡萄籽一瓶是56片，对吧？相当于葡萄籽大概是3万瓶，就是一锅下来3万瓶。然后还有一组是小型的，一组小型的500公斤涂料，那容积是2000升，相当于葡萄籽的话大概是2万斤。明显，就是10帕以上的气压差，它不会受到像啊，我真的这样推一下。哦耶。其实所有的这个设备采用的都是国际和国内的一线品牌，这一组是国际的一线品牌，是德国的，叫做福赛的三零。它的特点就是运转的产量大，每小时的产能大概是25到30万片。对，然后的话，它的是两个出料口，每个出料口是有2个桶，大桶呢是完好的片剂。您看一下下边还有个小桶，小桶的话是不合格片剂。因为这台机器上它还有这个金属探测仪，它能够在压片的过程中能够自动剔除废片和残片，以及还有金属异物的一些片剂会自动剔出来。它采用的是提升机上的方式，就是排量的提升机，把我们的这个不锈钢存储罐就是提升铺上去，这个微小通过重力下压的方式，然后进行一个出料。就是这种方式，它的优点是提升机上的能够非常的稳定，避免物料混合之后产生封层，对，能够有效的保证了我们片剂的一个均匀，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快的。只是它的话是一个出料口，我们会根据整个市场的一个排产需求选择大型或者小型的。所以那个和这个情况是对，刚才菲特3030呢是国际的一线品牌，它是这组的德国品牌。这组和这组的话还前面。第二道门里边，我们会要禁止30分钟做什么的紫外线消毒。虽然说是药厂
后，它能够防止交叉污染，就是自己用起来说实话更放心。就是上面是敞开口的，它会把消完毒的瓶子直接倒进去整理。整理的时候，其实从最里面它先整理瓶口朝下，不会先朝上。瓶口朝下先进行一个负离子的吹扫，吹扫能够吹走它这个内壁，就是整个瓶子所带的静电。另外的话，能够吹扫之后，内壁更加洁净，减少异物的一个吸附。是的。再整理瓶口朝上，到这里我们正常看到的时候，就已经是瓶口朝上了。对。朝上之后，通过传送带到这里。这一台的话是高速喷码机，它会对于瓶子的底部喷上就是二维码，就是我们的生产日期跟批号，然后继续传送。这条是一个内包架。这一台的话就是我们的电子鼠疫机，它进行一个鼠疫装瓶，正常下面有小夹克，就是呢它可以放一个锥形的一个口，然后每瓶大概是四个锥形口，它整个内包的时速大概是一盖利每，就是大瓶的盖利每阻力大概是7200平每小时，就是一秒钟装两瓶。完。对。然后这一台机器它其实含有这个摄像头的，它能够在装瓶的过程中在山石地一下有没有这个等等，它是在线减重。在线减重的话就是说它会对我们所装好的瓶子也称一下重量，有没有多装少装，它能够精确的就是多装一片或者少装一片，不合格的它会直接打出来，下边会放两个这种篮筐，不合格的打出来，合格的话通过传送带到这里。这一台的话就是中间这一台，它是高速干燥剂及放干燥剂的，像我们儿童系列的都会放干燥剂，然后成人系列的目前是为了和国际接轨，大部分没有放干燥剂，除了有一些特殊的成分，比如说我们的茶青碱片，它都是植物提取物，成分比较复杂，所以的话它是放了干燥剂的。需要的时候这一台是打开的，不需要的时候它是关闭的。然后到这里，这里的话就是垂直悬派。我们为什么有些产品放干燥剂？干燥剂。其他区域的一个试验，所以它整个像高温酸化的过程会放在这个叫做生物安全通风柜，它呢会根据这个是柜门打开的大小能够自动调整面风，这个面风的话确保是在0.3到0.5之间，既不会过快也不会过慢。这个话按这个像鱼油啊、磷脂啊，主要是检测胶囊里的不相关成分。智谱仪它们也号称是我们光谱的一个一份子，因为它也会检测像矿物质，像微量元素，包括这个重金属，它的检测效率非常高啊。
走，对吧？一些杂质啊等等也会滤走。但是对于我们做试验来说，肯定是水越干净得到的实验数据越精确。这些就是稳定性考察时，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工厂这边有提到，像我们这个要做加速测试嘛，它里边特别像我们的培养箱啊，就是长相特别像。哎，是啊，37度。对，它主要是检测37度吗？对，它能减，而且它是真的能运动的，不能是它应该减。